然后也会在日后办我们自己的演唱会，就很开心，不是很开心，很期待，很期待可以到时候跟大家相见，好吗？好，我就当做好了，来吧，这首歌，3、2、1，云山公里再见 ，Come on。时间停留在这一秒钟，每分激动，整个宇宙的美好只属于你和我。Take it slow， 我应该还有些话想对你说，能不能让这些都没有？永远 Maybe I'll never know my name， 在2003公里之间都很有感觉。 Think of you every night every day， 同个时间同一个地点。摩擦的时候，为了你我情愿自己洗手，这么多谢谢这些年头没有。 Think of you every night every day， 保存期限不只是永远。掌声接掌声，谢谢冰球乐团，再次接掌声给冰球乐团。哇，超级好听的，真的，刚刚在旁边有一种好像在不知道几零年代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种复古的感觉，也是他们这个音乐创作的很擅长的一部分哦。尤其刚刚还特别为了我们这次演唱会有准备了一些经典歌曲，对，你爱不完，俨然变成是一个那个要唱跳的乐团。赵伟哥的是我的年代，我想应该也是我们的彭俊豪议员的年代。我们欢迎彭俊豪议员，挥手。议员好，欢迎我们的帅气议员来到现场。议员听到对你爱不完应该很有感吧？刚刚有一
一起爱不完吗？刚刚一起比的爱不完，哇，超嗨的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经典，是可以把歌曲唱成经典的，那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对，尤其他们经过了这个冰球乐团，算是一种改编，重新的编曲，然后翻唱呢，赋予它全新的生命。没错，像是摇啊摇啊这些歌曲啊，其实都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什么特别提到摇啊摇这一首的？因为相信你应该听得非常有感觉，是吗？我也不是的，我是喜欢听到那个外婆桥那一段啦。哦，是是是。好啦，不过呢，今天呢，真的讲到很多的卡斯啊。